老板，我会读心术，你敢不敢跟我玩一下？读心术啊？对，这有一副扑克牌，你随便抽一张，我就知道是多少。我要答对了，你给我5000；我要答不对，我给你5000，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我不信，你信吗？我也不信。行，那来吧。给我5000啊！啊。猜吧。7。啊？哎呦！真的是7。真的呀。好厉害！哎呦！你是不给这牌做什么手脚了呀？5。我天哪！真的是5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你这牌，我自己写。行，你写。哎呀，你喝这这么厉害啊？那必须的。你看啊，38。哦，对，他会读心术。我们再写一个，再写一个。嗯，我摸摸，我感应一下，69。天哪！天哪！你这太厉害了吧！再来一个。哎呀，行了，老板，差不多了，我该下班了。我还没玩够呢。哎，行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这么神奇啊？那必须的。猜。87。错！哎，不对，88。哎呦，刚才怎么回事？出现一个小插曲。厉害呀！再来一个吧。不来了，老板，赶快结账吧，到点下班了。那我给你钱，你教我呀？那不行，祖传绝技，概不外传。行，谢老板啊，明天再玩啊，走了，高经理。儿子呀，来了，准备好。我今天就要喝酒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身为一个老板，你老喝什么酒？你不得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吗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我压力多大呀？平时不是就你压力大，那谁不大呀？老板，一拍凳子呢？拍什么凳子？随便的去。啊！你今天不要我喝酒，我告诉你，我就要喝。不行。马经理，你评评理来，老板他要出去喝酒，你说身为一个女的，他随便出去喝酒，他都多危险啊！今天谁都拦不住我，我不喝就不行，我就要喝。你今天一定要喝是不是？你拿酒瓶子比来我是吧？来，有本事打呀打呀！好好打打，这个是你绝对上阵。打！马经理，逗你玩的，这个假的。哎呀，真吓死我了！你们讲这家干啥呢？啊，没事，玩游戏呢。我肚子肚子上去啊。嗯，来了吧。走，董事长，咱俩玩个游戏去。不是老板，咱好像就买两个道具吧。快！小东，晚上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哎，不用，要不然还是我做吧。行吗？不是，什么表情呀？没事。接。挂了。快接。喂，小东吗？啊，说你最近过得不错的。啊，还行。你呢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最近过得不太好。啊，不是，你当初不是跟那个富二代走了吗？过得不应该挺好的吗？小东，当时就怪我太小不懂事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你。啊，那当时的事都过去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啊。那你这次是打电话是想？我最近遇到点难处，你看你手头方便不？你要不方便的话，我就跟其他人再接你。那个我现在方便方便。不是干啥了吧？借多少呀？你谁呀？我是小东的女朋友，不外乎不高，不用还的那种。够了，小东，快点借！不是老板，这个什么呀？我看现在天好像还有。
你这样吧，晚一点我给你捎过去，好吧？晚一点我给你捎过去，好吧？啊！老麦，你太坏了！前女友。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。前两天为什么不来上班？有事儿。有事有事就可以不来吗？啊，那公司员工要都像你这样，那公司是不是得慌？那还用不用干了？来，你说我你什么你？再说有事为什么不请假？忘了呗。你听听，哎，忘了多可笑的理由！我今天非让你长长记性，不行啊！来，交罚款。不是我前两天我跟李总我，哎，不对啊，小董，我是公司老板，我交什么罚款？我跟谁要罚款？你是老板怎么了？那老板是不是公司的一份子？对吧？那是不是更应该以身作则？不是，我是老板，我没有特权吗？特权、嗯、啊，有啊！你看，员工罚款100，你罚款1000，罚你1000，那是不是你的特权？对吧？这就是你的特权。我哎呀，你什么你？快点拿钱！旷工1个周，7天，罚款7000，我就拿。没钱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再说坏了规矩就要罚款，老板也不例外啊。不是你跟谁俩规矩呢？我是公司老板，我给谁交罚款？我给你交罚款呀。这个提议不错，那这样以后我请假你批，你请假我批，怎么样？咱俩相互监督，公平公正，可以吧？老板，这文件要签下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木木，你前两天不想吃烤肉吗？这样，哥今天晚上带你去，哥安排行不行？好，谢谢东哥。哎，没有问题。给木木，小东，你个月光族，你拿什么请人吃饭？哎呀，那个我事没有，但是罚完你我不就有钱了吗？罚我？对啊。合着你拿我的钱做好人好事呢？啊，谁想过来吃饭？哎呀，什么你的我的，你不都是我。那啥，赶紧交罚款，我着急走呢。走啊？上哪儿啊？啊，那我可跟你不一样，我是跟人事请了4天假的，我要出去玩儿。出去玩是吧？对。哦，罚我钱。不是，给人事打个电话。不是，哎、喂，人事。不是，哎，干啥？你不给批就算了，那这样直接算我旷工行吗？我旷工1天200，然后4天的话是800，这刚罚了你7000是不是？这你也不用给我7000了，你给我6200就行，咱抵了，好不好？啊？没钱，滚！你。没钱是吧？哈，立马是不是我生日啊？我走了。哟，老板，吃水果呢？嗯，那个，这个好吃吗？干嘛？有事啊？哎，没事，就是有个事吧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什么事说呀？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吧。来，你回来来。不是你有事没事说话说一半不是是就是说了不太合适。哎，算了不说了没事说呢。哎，就那我就说了。说什么事？就是你给我来一口呗。不行，就一口没门。这样100一口。100一口啊？啊，那行，给你个大的。嗯，老板，味道不错，味道好极了啊！来，一百给你拿着。干嘛你？那个、哎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啊，老板。来，干嘛？老板，我都看到了，那个我100一口行吗？滚！200。